Thank you.
有一位大的先生号码牌五十号哈，你的号码牌在前面啊，麻烦你来柜台领取您五十号的号码牌，才能够拿到你刚刚签的书啊。没有这张收据，没有办法办到书。五十号的大的先生号码牌五十号啊，请到柜台拿。受丰德主的献哈达。
搞苦心工的。谢谢。你妈妈去吃干的，现在在逛街。啊？谢谢哟。没啦，我去买那个。刚刚看到的是师尊呢，已经为今天所有登记报名签书的弟子们已经签完名了，现在即将要移驾到龙边去接受弟子今天主持护摩的哈达县供养。好，我们稍待一会儿再继续收看给你点阳心灯的网络直播，谢谢大家。